今天天气很好，我决定去放置一个诱捕笼，但是为了保证小猫咪们的安全，我就不拍摄放置的过程了。希望今天能顺利把 BB 带回来，但我预感第一个被抓的应该是她的男朋友，就是那个乱撒尿的家伙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诱捕笼这才放了没几分钟哈，感觉已经上钩了一个猫。我想想怎么办啊，在那里过诱捕笼的话可能他会逃跑，但我想今天晚上还要继续放诱捕笼，就是明天带他去绝育，但是今天晚上诱捕笼还是要继续放，这样抓到 BB 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。萱萱，要不我们先拿一个诱捕笼过去试试，拿一个毯子，要是能把它搞回来最好。哦，不是不是，说错了，拿一个那个航空箱。对了，请妈妈去拿航空箱，放了一个在楼梯口，知道要抓到猫的。还是把这个罐头带上。你是谁？指甲都薅断了，又尿了，把我的板板也尿了。这个坏猫。给他留一个缝，他好钻。你在干啥？看我怎么逮你吗？怎么还有逃跑的迹象呢？感觉他一定要跑了。我想想怎么办。带他回家太远了，这个很重。如果连这个笼子一起带回家了，而且我还想马上再射诱捕笼，你别挠我啊！你到里面去。你都要睡着了，你这一点都不像俘虏嘛，感觉是来做客。你到后面去，快点。完了。我可能没拍到，我感觉。怎么关起来？怎么关起来？它尾巴还在外面。完了！你没拍到，所以它要再来一次。表演欲很强，我现在就怕我一松开它就跑。又出来了！杠上了你，拉尿哥，你是个拉尿哥。这你跑不掉了吧？难说啊，难说。对，他的实力真的还不一定。慢慢的冲，冲！怕他冲，暴冲！他感觉就是上来做客，你别咬我啊！喳喳。跟我斗，他在里面蹦跶，你蹦啥？蹦啥？都是你拐跑了我家的小母猫。走，割蛋去，爪子都出血了，别搞了，爪子都劈了。哎呦，去弄一点水，弄一点吃的给他，然后今天晚上你就别出来了哈，就在这里面，明天直接去医院哈。爪子我也不给你弄了，对吧？万一跑出来麻烦，给他就搞一点水，用这个装不容易打翻，一点饭。别在这看热闹啊！这家伙估计得有个十斤重，这个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的？不敢放它出来，放它出来我怕就逮不回去航空箱了。我看一点点了，你不可以出来。我真的怕它出来，很有可能。菲菲，你天天来我家吃饭了，就不是已经很熟了吗？它也是穿梭于我们家和猫屋之间吃饭的。
撒尿哥，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撒尿哥。来，你转过去，转过去，快点！不转就不要吃东西了。把它倒到后面去了，你不要打我啊！别来别来，这个猫很凶的，它会打你的。我这个罐头本来还要抓两个猫，我被你吃完了怎么办？嗯，天雅已经把罐头给偷吃完了。对啊，我那个罐头本来还打算今天晚上要抓五个猫的，已经被他偷吃光了。对啊，谁能想到高雅的天雅就干这种事？闻着味儿来的。嗯，你喝水水，喝了。妈耶，大模大样的，就跟自己家一样。给它喷掉那个费洛蒙在这里。不怕啊，他一点都不怕。水倒了，完了，水全给倒了。唉，无语，水都被你洒了。好吧，那你就这样喝吧，喝洒的水。你真的好好笑。他把头，他把头弄到那个罐头里藏起来。嗯，可以啊。晚一点再来给他弄水，别撞航空箱啊，鼻子会破的。我们已经有一个破鼻子哥了，不需要再多一个破鼻子哥。你真的是撒尿哥，知道吗？阿仔进去。阿仔，嘘，嗨，累死我了。弄点水给他喝，弄点饭给他吃。你就说妈妈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嗯，搞不好待会还要抓一个，小白，你就说奶奶厉不厉害？嗯，厉不厉害？我说了抓五个猫的，现在抓了两个了，还差三个。刚才自己把自己的眼镜给踩断了。哎，我这个人真的，哎，没有不翻车的，你看。亏大了哟，这罐头可不能让。天哪，又偷吃了。给他弄点饭饭，弄点水水。感觉这家伙起码有12斤重，现在我的手都在发抖，就是不由自主的在颤抖。把它拿回来之后，太重了。给饭啊。我们家是优待俘虏的。还有水水，尿哥现在已经非常淡定了。尿哥，嗯。在费洛蒙的安抚之下，非常的平静。但是你把水和饭都打翻了，嗯？你今天是不是不用吃？下次有经验了，下次还是要拿这么大的一个航空箱，这样的话饭和水放进去它不至于容易打翻，然后过又不容易过到航空箱也比较方便。挺好吃的啊。我看到蛋蛋也不是很大嘛，怎么你这么大一个猫，至少有12斤，我感觉。老师给你吃的，你不要动手啊，我怕你。今天来的都是狠角，真的有一点怕怕的。这是水水，看起来还蛮顺利的。你乖乖的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哈。明天去把你的烦恼以及跟其他公猫的过节一并消除了，再也没有私心杂念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怎么办？嗯，等会拿点罐头给它吃算了，这样又能吃饱肚子又有水分，要不然你看打翻全部都打翻了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收拾，讨厌。小虎昨晚睡得好吗？怎么窝都翻了？哎呦，搞得乱七八糟的，你怎么回事？没事。昨晚抓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爸爸，跟你长得好像啊。嗯，行了，那翻过来，可以睡了，可以睡了。嗯，怎么把鱼放进去了？嗯，好了，都乖乖的。嗯，老师要出门了。都说要乖乖的，然后你就这样了啊！又去惹他，又去惹他，这个土匪！不管你们了，兄弟们，
出发了哈。行。坐车车，你也是坐车车。没事，不看不看，出去玩哈，春游。完了，关不上，竖着放。好了，你先搞什么小动作？尿尿哥。这个家伙在里面搞了光光响，爷爷把你转过去了，你看一直盯着我，你把这个笼子弄成什么样子了？是不是？尿尿哥，不说话，搞了一片狼藉，没办法，忍忍哈，马上到了。反观人家梨花哥，一声不吭。即将绿灯执行。我们到了，但是我要先请他们帮我把猫拿上去，然后再去找地方停车。你们先跟小姐姐去哈，要乖一点。这个航空箱很脏，他把里面搞得很脏。我去对面停车哈，很快，或者我就干脆停在这个口上。哎呦，挺重的，谢谢啊。这人挺憨的，看起来。对，脸盘子很大。你估计有好多女朋友。他体型很大的。对，来下来，我不想陪医院啊。